用手机看以上是电视台，实在是非常方便。我可以拿着，然后在家里到处走动，然后随时精彩节目不会错过。而且呢，如果在煮菜的时候啊，或是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，那都呢，可以那个就是在身边可以看到最棒的偶像剧电视台，很棒的呢，而且不用花钱。